吗？那你的怎么办？啊，我的现在好了。哦，这次没有掉。好、啊。最高的还是这个大儿子。都可以耶。你看他，他感觉好。好。你要坐下面那个还是？你要这？你要下面那个还是这个？你要哪边？都可以啊，我也都可以，因为只有五道而已。对啊，那先上去看看啊。好啊，先上去看看雪怎样。那里粉一点，感觉快乐。对啊。你们要秀票吗？Thank you.
肉都没了。你有脚很酸吗？不会。我还有肌肉。不是。被一堆肥肉包起来，还是有肌肉啊！不要这样，我也跑步好不好？跑步的肌肉跟滑雪肌肉不一样啊，但是你大肌群还是会用。所以是风向的关系吗？就是左半边那边的粉，就是被吹粉都掉到那边，算薄薄一层，比较少阳花，也是有可能。所以上面应该又更少阳花。我想要先上去看一看。嘿呀，趁好天气上去看一下。我的 GoPro 不叫了。No。对啊。我是想说你那一颗应该可能撑到中午，然后再把它炒掉就好了。到时候再看最新的拍起来如何。你们最新的是多少？也不是，是我们相对最新的才，我才买十。哦，十我觉得已经够了。日币39,000。哦，很便宜耶。然后换算一下，台币8,800。嗯，8,800，然后我用那个券又其实是7折，真的假？又7折？因为我们有新宿 Premium 券哦，你花10,000买可以拿到13,500哦，然后照那个券去买哦。那个没有限制说你的金额限制多少以内吗？没有。哇靠！因为这样子，如果真的有想买大东西，其实连慕黑区都应该买。对啊。问题是没有啊，而且这个是我想半天，对，他到1月底要用完，所以我本来很烦恼用不完。很多券吗？我们买了很多，我一人可以买4本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是要买，还是一人买2本？所以我跟啾就2人买到满。哦，那原来是说11月、12月、1月有人来，我们去吃个烧肉，可以吃光，但是中间没用到。我爸他们没来。那我回去要吃什么？没有。你又不吃牛？那吃别的啊，想一下别的有什么啊？现在那些券已经变成这个 GoPro 了，所以不用管了。啊，念白没券啊？没券呢？我剩3000而已。你还是一直喊剩3000？对啊，3000的话就是吃一个午饭就可以吃掉了。这一道很窄，应该是没有开吧？可是那个怎么买？我说那个当初买的价值多少？当初你新宿区民他会发传单给你，叫你去登记抽选，抽中的话他就会寄获选通知。明信片叫你去邮局买，然后你凭明信片就可以去邮局买。那你要花多少钱买？10,000买13,000。那里还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的，那先上去啊！你说这好多人哦。对啊，感觉真这比较好玩吗？不知道，上面一定比较粉。他我他会自己开吗？啊？他自己开还是手开？是你开的吗？不是。是你开的。他说直走哦。被砍了一下脚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大家都来上面。我在看这两个。第二个餐厅。
啊 ，Qte， 万座山 Qte， 我不是第二个，上面的山。啊，这里比较白，是空气白还是树头白？空气。嗯。雾呢？嗯。啊，对，我看到雾。那、这两个是到一样的高度吗？左边其实有一个，其实但是它都没有挂。你左边？左边也有一个那个吗？这首歌谁的？好熟哦。哦。我觉得最近有听到这首歌。刚刚下面有听到的是 Perfume 的歌。对哦。对啊，在买票的时候。那我就觉得啊，我们的影片又要被封了。嗯，面向太阳面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志贺？我在那边烧鹅山吗？烧鹅山就好，然后发门里就都是冰。嗯，所以是。面对太阳的不行，还是不面对太阳？面对太阳的会晒融，比较软一点，因为另外一面都是冰。嗯，所以现在太阳晒会稍微小软一点。但是其实面对太阳，雪就会变小。有好有坏。的雪杖，这样这样，那是一根杖。你是说他的头是吗？刚刚后面，这里呢？那这个嘞？也很，你不觉得是吗？还是那是个草？看，然后也是杖，也是杖。对啊，刚也是。所以他先掉右边，再掉左边。雪很深嗯，他可以被。你是说他已经埋到这了？对啊。我觉得上面，我觉得这一块是没有被吹走，也没有被晒化的，所以比较深。我们的车居然比隔壁的快、欸，因为我刚刚在跟红色的那个男生比，哦、我们居然动了。那我们选对了，也不知道那个下来的地方一不一样，搞不好这个是先下，还是两个都一样，一样下、啊。但是有快多少？快一点点，一滴滴而已。好像很粉欸，就这里啊，但这里又没有得玩。玩什么？又不是给你滑的。哦，我是说上面。嗯、我刚刚说上面有一个人秀过去，然后喷了很多粉出来。嗯。我觉得他们是在柱子附近。嚯、嗯！哎、欸，这个人高速的摔倒还是怎样？也是柱子附近有一些比较松松的，我觉得上面都比较松。会也风吹一吹，会不会把粉扑一扑？哎、欸，看他摔倒，感觉很粉，而且他摔倒的时候连什么东西掉了，他明明带着雪镜啊，那他是什么东西掉了？帽子掉了。他雪镜也掉了吗？雪镜，你说这个人黄色人哦？对啊，我刚远远的，我以为他脸上有雪镜，所以我就觉得地上一圈一圈的东西不是雪镜啊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人一副就在这里冲浪的感觉。我追上了他的一个车哎、欸。嗯，真是也很好。嗯。那我猜彭守山那里状况应该也还不错，因为它比这里又更高，高度是王道，在这种冷不冷的时候。还是有恰恰的感觉。嗯，我是说它有时候会恰恰刮到硬的那个。嗯，他们只是尽量来这里蹭一下，蹭一下上面盖的薄薄粉。嗯，状况不错。
那就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？就是虽然粉粉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唰一声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也是唰，有粉有唰。哎、欸，大家都走中间就是粉，这样。你要走中间吗？走色吗？但是这个粉好像也没有很浅哎、欸，太深感觉又不大好。我要练到我下午再来搞一搞好了。上午的话，先要回复技术，不能太粉。没有太粉啦。有啦有啦。没声音呢这里。哪有？你就声音你是。有啦，那一块没声音，那一块你滑那一块的话，这一块还。你要右边下，左边下。左边啊。好。有一些丑。我好像要滴眼泪了、欸，糟糕！太冷了，不知道，觉得我的左眼，或者是太紧。那是草，所以要绕大圈一点。我要滴眼泪了，怎么办？下去我先弄一下眼睛。小心你的脚太高。去左边。有这吗？左右边不会刮草，左左边会刮草。但右边路看起来没有很宽呢。蛮薄的。条路，然后就会滑到原来的地方。好滑很多，舒服、啊，舒服，舒服。还是滑这边就好了。嗯，这边比较好滑。
太晚才往前，对，太晚才往前冲了，太。不该跟着你的。嗯，对啊。好慢啊。对啊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平，怎么这么平？我刚刚看到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。为什么他有那种感应的声音？没有，他每来一个。每来一个座位就会这么的哦哦，他表示椅子来了，对。真的等过好久啊，你老。真的等，等过三秒。真的等。脚好酸。滑起来很得意耶。哈，有吗？你们咻咻咻，随便你们的去咻咻。因为很难清啊。而且也没有对的 pose。我在闯。对啊，地太平。最后因为我跟着你的速度，然后又不能。因为你随时可能停，所以我就要处于一种控制速度的状态，所以就用比较多力。来看我们大概就会超过右边蓝色的，很好啊，就这样。照这样滑，今天这样温度刚好了，啊，明天再低个三度，除非风变很大，不然这样就。你都穿这样，你脚真的不会冷？而且我连帽子都没用上，冷的话我是要加帽子。看你后脑勺，我后脑有罩起来。那就可以，这个可以照，但是呢，如果风很强的时候，这个照就很弱。哦。然后要加帽子，然后帽子再加上去还不够的状况下，就要那一件。但是那个通常只有托马姆又大风才会用到，要到那个负十几度加大风。嗯。但是在志贺白马这种地方。很少用到那个 level， 没有负十以下，你要负加大风，大风会把热量带走，那个时候你就需要那么厚。嗯，好了，运气还算不错，视线还可以。我说的运气是说，那个一号到五号啊，嗯，就是没有什么寒流。嗯。你说虽然寒流是今天的很大群，但雪很硬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说的第一根是这根哦。对，我先看到一根。那我看一下这个形状，它的正上方也是白白黄黄的。我觉得是公家，就是公司的这里。黄的嘛。那那个也长一样。对啊。而且它那个不就在那个猪的旁边自己拿吗？哦，是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。对，在出口那边，你等下回去就知道了。所以大家随便钓。掉了，他右边掉了怎么办？左边也丢掉，然后再去拿两只来。因为他那边就挂了很多长长短短，好像跟你是说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吗？对，出口旁边，他就写说旁边还有写字，就写说如何选合适的长度。然后在上一次去那个是什么？那不是神力高原啊。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叫岩原商业国际，对，商业国际也是人头旁边就挂一大堆这个。真的，那些想要刷粉的，就是走两个柱子旁边。我们刚没有，但是我刚瞄了一下，那里又有坡度，又有点凹凸，所以我想算了，先不要。
况相比，跟我们当初去年开季的富良野意思差不多。我们是先在富良野开，还是先在头妈母开啊？我们头妈母是自己的学票就走了嘛，就只是住一晚。第二天，是第二天滑了一下才开走，滑到中午才开走。好像没滑哎、欸，不记得有滑哎、欸。对，我没有印象。因为他根本没什么开啊，他也是没开啊。Hello， 你跑吗？他如果只开 Hello 的话，我们一定就早早就走了。对啊。这个人有奇怪的癖，这样滑。嗯嗯，我也是甩来甩去啊。嗯，就是需要矫正的那种。我刚滑自以为还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录下来我自己的背后，我也觉得我哪里还要改。不过我两个月前有看到一些修正 pose 的影片，嗯，我有空我就可以弄。你怎样没空？有空的意思就是你怎样没空？我现在先要滑到更轻松，更觉得啊好没什么事干，我就会开始在做练习。这个写舒服就可以，是可以啊。我刚刚的练习就是跟着你，对啊，也是算是一种控制力的练习，但是没有很注重姿势。这个红色上衣，他是戴帽子鞋，危险。而且他是直直的，直直的脚推出去的那种，哇！嗯、他这样起来膝盖不会很痛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起不起？他这样起得来？不是有一种说法说，日本人不大能牛王蹲，都开开的、啊，然后台湾人可以。所以我们的生理构造上有哪个地方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有微微的不同。还有那有一种是说男生女生的，有一种 pose 不容易做的，就是那种女生那种两脚外撇坐在地上那种做法，好，据说男生是做不出来的。那种我也做不出来，做不下去，髋骨会很痛。还是说女生，日本女生比较可以。M 型腿，对对对，就是、你这样讲就那样子做，我也不懂。洛梨寿司，他儿子都可以，所以其实是男生小孩子可以吗？可以，嗯。好像没有听到什么音乐，一讲。我们也没有一定要走右边，右边人家是要去滑两个柱子中间，然后我们又没有要。你去滑看啊！我现在先不要，我想下午再。而且明天。哪一个？那从这边。都可以。看到草只是那一块，不好那边就好。哪边？啊，这边啊，这边。这边。很多人都穿红色的上衣。你看到滑下来，座位上都是。下去了，很高兴。靠右边那都松懈。是啊，两个柱子中间。我是上午还不想过去，但是很多人滑那边滑的。对啊。有可能。
我自尽量保持在中间。对啊。什么时候开始往下冲？没有，我只是说回不回得到缆车，就滑下去啊，动物之声。你要滑？我不要。动物之声看起来可能从头到尾都要直滑。哦，怎样？哇，这样子啊，我觉得是。我现在觉得我家的顶帽子会好一点。你要在山顶加吗？会不会很冷？但是没有到我一定要加的感觉。现在又停止。我刚刚做大弯，你可以练习一下大弯。很多人呢、欸，几乎。而且你大弯，你用大弯的速度，除非后面是又小弯又冲很快，然后有办法做那种 pose 的人，他也会闪过你，他有那个闪过你的技术。除非是那种失控的人。对啊，失控。我就是刚看到一个灰色冲过去，我就有点怀疑他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。结果呢？最后我不知道啊，我有点怀疑、他的姿势不像是行的人，但他又冲很快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渐渐就看得出姿势，不管是大家看起来姿势真的不像是行的，不管是雪板或者是 ski， 只要是稍微身体朝后面的，那就是不大行；然后身体稍微平平或甚至于朝山下的，那就是可以。觉得我有实在的用到脚的力量，我觉得搞不好我晚上就脚就开始酸。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很认真的大弯也有用啊，第一道是跟你后面也有用，很认真的用了脚的力量，逞凶斗狠只有在前三回，
后面脚没力就不行了。而且我的旧雪镜丢了吗？丢啦，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都脱了啦，丢了啦。嗯，我们的胶都脱了。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第一次掉的时候粘回去的那个胶，为什么你有带着？还是我自己是在外面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有带着粘胶吗？对啊，很奇怪。就是那个时候让它多活了一年两年。每个人都来蹭淀粉，已经快要蹭没有了。对啊，你还说下午来就没了。啊？没差，这个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，而且它有点跳跳。而且他们这样子左搞右搞，我怀疑已经有点建立出馒头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没有到馒头了。有跳一下啊，然后那个是什么脚座吗？看起来很危险。那是铁吗？你说这个咖啡色、喔？对啊，那好像是脚座呢。天哪！还是那是塑胶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。很薄片哎、欸。感觉有一种摔在上面就要被切开来的感觉，很恐怖。至少鼻涕没有流到流出来，只是觉得鼻子湿湿的。现在又都没有风，嗯，要从右边下，感觉从右边可以直接下。然后隔壁就是没有开的那个雪道，嗯，感觉都是草。对啊，到底是插在哪？是风还是怎样？喂，跳了一下，好像很厉害，结果滚了一圈。那我研究一下他的头。我背后好凉哦，你确定我动都有拉起来吗？有啊。我觉得背后很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的。你是上背还是后？后，右后背。右后背。腰上来一点点，很凉。还是，嗯，等一下我再来看。这个人脚张得很开。那在指导我。我觉得我左右脚滑的时间不平均，我有一脚会滑比较久，一脚滑比较短。你会吗？所以我大弯的时候尽量左右弯都一样。我有在偷感觉，我在那边换的时候手跟脚。做了哪些动作？你要走右边啊，这次。对啊，走右边好像可以顺着慢慢的往下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它、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往右，往右一点，滑一点点，硬一下。这里凉，这里。都没有，可是风刚刚坐在座位上的风明明是从左侧吹来，你把右边袋子拉紧一点，是他没帮你挡风你就觉得凉吗？为什么我口袋是开的、啊？我烦恼。我怎么知道？还是只是因为你口袋开着的关系？我怎么会觉得很冷？你是拉不起来吗？你这个卷走了没办法拉。
你又在跟我。去这个看看吗？哪边？这边啊。往下滑。好。我觉得应该体验不是很好。你觉得一定不好？因为这边是唯一的比较陡。所以你觉得喜欢的跑吗？我觉得从大直这一段下半部，现在会感受到头半部。整体的口袋。下是那个票亭旁边的餐厅，上中下高。脚也不会冷，脚完全不会，因为你应该就是膝盖到袜子之间只有一层而已。但是我的这个裤子我觉得还不错、啊，还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是深色，它是一种吸热材质。哪来的热可以吸啊？啊？哪里来的热可以吸？太阳啊？没太阳啊？有啊，有一点。
松下的吃法。我的猜测是中会是最好吃的，因为中就是里面，然后有那个中式的那种，那个有点像哦，卡卡卡卡对啊对啊，而且我猜那也是最贵。你是说去吃餐厅的？对对啊对啊，应该就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。我不是早上跟你说，我觉得旁边楼梯就可以走进去，就刚好是二楼那个高度。不是说早上9点、11点会下雪之类的。你知道现在几点？10点多而已。悠闲的话，跳跳跳。可以滑一次下去看看吗？好啊。没下去过啊，不然一直在这边。下去就是中间这一段小连接道，然后就会连到我们下面滑的那一段。很短哦。对啊，很短。那个车拉那么长，结果只有一小段。因为那个车是从下面那一段的最下面开始拉。短一点点而已啊，差一点点而已，高度差一点点。就是我们第一次坐的缆车是右边的、那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左边长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长一点点那一段就是你说要滑的那一段，我说陡的那一段，连接的。然后连接的话有两道嘛，然后一道是不陡的，不陡的就是刚刚那个什么动物之神。然后我才有点滑不动的感觉。然后陡的看起来有点窄，不过应该是还好。我想说，至少都去去看。不然一直重复同一个路很无聊啊。一直叫。姐姐说服弟弟。好像没有看到很多的教练，就只有少数几个在那边教一教啊。我才讲说至少没有鼻涕流出来，现在流出来了。果然就是三点没风，我来加帽子。蓝天呢？一小块而已。我看到太阳了，一直都在啊，只是我们背对着它。右左边，右边，右边啊！加帽子之后再分一动。上面的人好像没有很出来顾了，没看到那么冷。在那边啊？对啊，我是说，好像没有他出动的时候的那种感少吧，有看到啊。
他们这样跳好辛苦啊。你说什么？跳好辛苦。嗯。我刚刚想说，我好喜欢看。啊？滑下去看看。这一次我们滑下去看看要不要？看看哪里？看看下面啊。好。没有，叫小丽找路啊。可是我觉得那边都很滑，很平哎。对啊，啊所以应该是贴那个过去吧。那个就是什么动物之声，不是很平吗？对啊。今天也下去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要叫他看一下路。我没看到。所以真这样就四道了，是不是？好哦，默默也要看一下路。你看一下有路吗？看一下走。路。路。那就下面那个缆车之下要怎么滑？下面那个缆车之下要怎么滑？叫下面那缆车的呀？在中间的缆车下面的路是往哪边走才对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这样看着看得出来哦。我说你有没有看地图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记得是，就是。直直的往左边啊！你就看一下嘛，一看就知道。往右的话就是那个动物之声啊，所以应该是往左。それを踏む時間を長くした方がいい。そうすると大きな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それじゃあ踏む。はい。うん？ずっと踏み続けて、板が横向いてもずっと。对啊。在我们上来的缆车站的靠这边啊，所以是那个大房子的左边。嗯，对啊，没错啊。右边应该被禁止不能滑。こっち足バタバタして。ね。そしたらこっち足出して、ずーっと乗るわけ。乗って。应该就是直冲，然后那个大房子的左边。左边还是右边？我们现在看的左边。缆车站的左边，下面的大缆车站的左边。对啊。你先啊。走了，要走了。嗯。这两个东西的中间，是要冲过去，哎，中间一定卡住啊，它会很痛，一定会卡住啊，我一定会卡住。
往左边冲还是往右边冲？啊？这条铁道就是冲。往下冲就对了。把它往下急。好像就直走下去。你说直往下冲哦？
还是去坐高速？怎样？还是去坐高速吧。什么什么？去坐高速。哦，硬硬的。正想要压低的时候，会突然岔一下。嗯，确实下面还是可惜。好。蓝天呢？对啊，还可以。雪就你还说雪就下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所以十一点的雪到底会不会下？还是天气预报用？我看现在预报十一点。说是十一点会下。好，不过晚上六点以后狂下倒是，希望还有。我的期待是明天。从右边，最右边还是你最左边也可以。都可以啊。是屋顶下来的吗？飘下。并不是下给我们看的。
哎呦！哎呦，出来了。雪改到下午三点哦，是哦。但是那个改到下午三点，应该是说原来说晚上六点的提早到下午三点，然后90%连续下到明天不会停，下到明天早上继续下。明天我们视线很差，明天会很粉，一整天都在下。但是人哦，人的话应该跟今天差不多多。不是还在三连休吗？对啊，三连休啊。啊，他们现在是三连休。对啊，但以三连休来讲，这里这个雪场的人数还 OK。人们没有塞爆的状况。还是我现在去观察一下其他。我觉得他真算少吧。因为上一次的三连休是说猫魔大排队。嗯。猫魔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之后要去。下礼拜要去的。OK。嗯，我猜今天到处雪场应该都。哎，有这一条，这一条在哪里？这个就是我们刚下来是滑陡的，然后滑缓的就是这一个，它叫动物之声。哦。OK。就是联络到了。嗯。反正就很多很缓的。我不如看白马。白马是个字，你要怎么看他排不排队？哈库巴，一定有人会po，说现在哈库巴大排队之类的。还有就是那个，所以我等下要继续坐上去。坐上去，嗯，滑上面，再一直滑下来。你要滑下来吗？哦，下面好像还好。不要。下半部不舒服，我觉得。虽然这段缆车比较快，所以我选的话，我只会喜欢上半段。哦，那就选滑上半段。嗯，这个是英文的网页。我记得它有 live camera。对啊，右边这一段。这应该是黑线吧？没有，这不是黑线，这哎、欸、哦有，好像是黑线，但是也还好。它就这么几条黑线而已。它这边之所以说是黑，是因为它不压而已。但是这个坡度应该红色差不多了。应该还可以吧？红色而已吧。上面那个是绿的吗？对啊。上面那个它有开的都绿的，对啊。然后隔壁没开的是红的，不知道明天大雪。隔壁啊，隔壁都是有我们，再往隔壁，树后面有一条，是红线。风好像很大。嗯。山上这边吧。只有这一段风很大。我有帽子，哈哈哈。下去，他会从上面开始拍摄。对啊。
中午吃这一个。是啊。他餐厅上面是这个，旁边是旅馆，下面就是卖票那边。然后我们三天刚好一天吃一个。那个阿伯在做什么动作？在房子里那个。对啊，对啊。有人真的没买票，他会问你。对啊，他什么时候会问？他觉得不对就问。我是秀过一次的。发现排队的人变多，所以他要他想要把排队人圈在我的范围里面。就要剪帽子，对啊，明天就要剪帽子。我已经快要跑走了。对啊，我快要滑走了。你要滑走了？哼。我来卷帽子。我卷帽子的时候，所以让风吹的比较没那么高。好冷哦。让它遮一下我的后脑。